对于乐队来讲，其实是一个挑战，因为来自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、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想法，要在三天里面完成这个课，其实压力很大。可是我也相信，就像方姐讲的，如果三天以后真的用心在这里面，你可能人生的态度会改变。就是到金山之后，我就有思考一下这附近跟我原来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我今天3点半出门，我本来要去黄冈拍一户人家，但是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就是出海了。就是我有点走投无路了。对，我想说来当地的就是工作，应该会有一些故事、一些启发吧。就是传说中的看 Google 跑到蒙阿波，知道吗？你要不要相信 Google？ 对，我刚才觉得不对，不行。老半天，他说：“不给拍山猪了，你可以去拍别的，我去拍鱼好不好？”啊，好啊，我没有，没有猪鱼也好。才切入，就是还在想当中。我觉得他们很热情，但是有点误会我们了。所以看一下那照片怎么样。我刚才有访问一个人，然后他现在正在问家里能不能接受受访。确定会从很多个人收集在一起，还是会深入你的了解？没有找到对象，蛮急啊！还很久，现在还没有方向吗？没有，我看看黑暗还是随缘，随缘吧。作品是作者跟对象一起完成的世界。因为你现在只有两天认识他嘛，你有没有能力穿过那个时空，进入他的心，他给你把一些东西跟你分享？你再看其他十几个同学，他们有些已经开始被我逼到很紧的里面。刚才有知道，是很诚实的说吗？多吴亦峰老师。觉得要这么短的时间，然后就要找到拍摄对象和完成一部作品，很困难这样子。但是就是经过昨天一天，就觉得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